那么农历春节将近哦，这个很多的这个家户呢，几乎都会大扫除。而在这个时候呢，中原里的里长则是提供了每个家户一瓶漂白水，希望大家在大扫除的时候能够顺便消毒，才能够达到居家环境里里外外的安全与卫生。农历年节将近，家户都在忙着打扫，中原里长提供了每户一瓶漂白水，让居家环境可以藉由消毒的过程达到卫生和安全。因为过年已经快要到了，家家户户都要打扫，所以说我就里长就想想啊，每户啊就发一瓶哦这个漂白水。不过发放过程中有段小插曲，民众认为本次送的漂白水太小瓶，似乎诚意不足。对此里长表示，每里经费大都相同，可是中原里却是新庄区数一数二的大里，光是居住人口就高达近17,000人，是别里的3到4倍人口量，所以请里民多包涵。因为啊，我们人数实在太多了，所以说希望啊，各位我们中原里的里民啊，乡亲，大家见谅见谅。总共104箱5001瓶漂白水已在日前透过林长的协助发送至各家户手上，也请大家善加利用，共同维护你我居住的环境。记者新庄采访报道。